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好，我们上一集的作业哈，有这么一题：数线上在负八到十之间插入十二个数字，使全部十四个数字哈，就是连负八和十啊，全部这十四个数字成等差，求所插入的数字总和为多少？这一题，请你把它抄到纸本上，它非常的重要。那很爱考，然后其实它很好处理哈。乍看之下，你好像必须要求出它们负八到十。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乍看之下哈，数线上负八到十，如果你在中间插了十二个数字，好，1 1 2 3 4 5 6 7 8 9，哇，十十一十二。请原谅我哈。那如果你插入了十二个数字，你就会产生，好，我要讲什么？我要讲十三个空格。好，我很喜欢这样子问学生哦，就是然后要我要讲什么？我要怎么算？你像这样子哈，就是插进去东西，然后算东西，算这些东西的时候，好。我们前面就是教说用空格这样子的想法去想。好，我要产生13个空格，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从负8到 10， 我要连续走13格。连续走13格，每一格就是一个公差。他们两个数字之间总共长18。所以这是公差。这是公差，然后首项是负 8， 然后我现在要求的等于是 A2 到 A。13，这是 A1， 这是 A2 到 A13， 这是 A14， 总共14个 A2 加到 A13 的和这样子。那但是事实上这题就是不需要这样子去算，我们这么写，负8到10，如果我今天插进去之后是会产生一个等差中项，对不对？好，这个插入后的等差中项，插入前的插入前负八跟十本来就有一个等差中项，就是他们的中间的那个数字。那插入前的等差中项就会是插入后的等差中项，这没有问题吧？因为它中间插进去是用等距离排的嘛，所以我不管中间是不是真的有那一项，就是它不管它是不是某一项，它有可能是第 3.5 项，就是在某两项之间。总而言之，它仍然会是这个等差数列的最中间嘛。所以插入前的中项就会是插入后的中项。又忘了写了就算了。那插入前的中项就会是插入后的中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插入的那一项拿掉，哎，不对，更正，我们把8跟10拿掉，我们只留下插进去的那一些东西，那他们不是本身也是等差数列吗？你等差数列拿掉，最头最尾两项中间剩下的仍然是等差的啊，所以这个等差数列呢，插入的这个等差数列，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的等差中项依然会是这个数字嘛，对吧？那所以他今天要问哦，所插入的数字总和啊，这个 S 叉，它其实就会是你总共不是差十二个吗？所以你总共就是十二个乘以你的等差中项，哎，多少啊？对不对？这总共12项嘛，所以级数和就是好项数乘等差中项嘛，所以我写乘，我写一点嘛，所以就是项数和乘以等差中项嘛，所以它乘以这个等差中项是多少？不知道，但是它就是他们的等差中项，那是多少？其实就是他们两个的等差中项，所以其实就是二分之负八加十，对吧？好，那个二分之负八加十是一，所以其实
插入的数字总和刚好就会是12。神奇吧。来，那介绍这个，我们在之前有提过齁，毕达哥拉斯他在一开始推论整数问题的时候，他和他的学派的人齁陆续的推论出一些三角形数和正方形数齁，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三角形数就是齁一齁三一没有三齁，从三开始齁三，然后我说他说这个是六，十，十五，好，就是可以排成三角形的这样子的个数。那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学过这个等差数列，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些都是连续整数和啊，就是1+2+3+4+5嘛。那既然如此呢，他的这个毕达哥拉斯所谓的正方形数，他说我们可以把它这里再补前一个三角形数，它就会变4了。这个再补前一个三角形数，它就会变成是9。就是6+3是9，然后10+6是16，对不对？从图形上很容易看出来嘛，对不对？好，对吧？所以连续整数的和，如果去补上数到前一个的连续整数的和，好，比如说数到1+++++5，如果去补上1+4，合起来就会刚好是5平方。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呢观察到一个现象，让大家知道知道，就是这个1+n， 如果我们把它加上1+n， 我们把这样的东西叫做三角形数 n 哦，为了避免后面要写东西写不进这个三角形里面，我们把它像数列一样写成下标三角形数 n。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三角形数 n 如果去加上三角形数 n-1， 它就会等于是 n 平方。或者我们可以调过来说 n 平方减它会是它这样子。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把这个正方形数中间这排捞掉，中间这排捞掉，那这样它上面是一个三角形数，下面也是一个三角形数嘛，就是它们上下都会变成是前面那个三角形数。所以其实 n 平方它其实是 n 加上两个三角形数 n-1。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三角形数 n-1 是什么呢？三角形数 n-1 也就是一加首项加末项乘以项数除以2嘛，对不对？于是这个东西再乘2再加 n， 好，那会变什么呢？这个 n-1 乘n-1 加1齁，变成 n 嘛， n 平方， n 乘2是 n 平方， n 平方除2再乘2，首项加末项更正齁，它的项数只有 n-1 项而已，所以n-1 加1是 n 乘上 n-1 n 乘上 n-1 的话，这个会变成是 n 平方减 n， 然后它除2再乘2再加 n， 你就会发现它变回来 n 平方。那带大家认识一下，就是说连续的整数和连续的整数和它跟这个我们平方数跟前一个连续整数和有诸如此类的关联。那为什么补充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以后看到某一些图形的题目，就是感觉就是跟这个有关的，那它可能就跟连续整数和和平方和某一些有关系。我们
在这个级数与数列的这几堂课里面比较少补充图形的应用问题，因为那种应用问题第一个很多，第二个学校老师都会上，然后第三个就是很容易看出来，没什么好教的。好，好，那好，最后来好，在这个三角形数跟正方形数，正方形数就是平方嘛，在三角形数跟正方形数的问题里面，我们再来观察一件事情。于是你会发现，其实我这个正方形数跟你这个正方形数，我不是说我这个正方形数跟你这个正方形数的话呢，我们的差就差在我如果把这一条和这一条都捞掉，放明显一点，我如果把五平方这个五跟这个四捞掉，就会留下上面这个是1加到 3, 就是你的橘的，跟这个上面这个是1加到 4, 就是你的粉红的。所以其实我的五平方就会是四平方加四又加五。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9加3加加加3再加4变 16,16 加4再加5变成 25。所以它加1加2是 3, 它加3加 4, 它加2加 3, 它加3加 4, 它加4加 5, 加5加 6, 加6加 7, 加7加 8, 加8加 9, 加9加 10, 好，那我说连续的平方和差齁，更正，连续的平方差，连续的平方它们之间的差就会是从一个第一个开始，就会是连续级数，可以吗？ 1,3,5,7,9,11,13,15,16,19。好，那不用背啦，不用背齁。我之所以讲这么多遍的原因，就是因为好，就是这样这类的东西齁，我们之所以介绍过这样子一次又一次，就是因为不用背。不用背就多讲几次，我又希望大家可以捕捉到，又不希望大家背，所以就讲一讲。好，所以把这句写起来，连续平方差等于连续级数，写在我们的基本上。OK， 这里有三题，大家来想想，数线上在 X 跟80之间插入12个数字，如果总和是840，问 X 是多少？第二个问题，在300跟1000之间被9除掉会余2的数字到底总共有多少？总共有多少？第三个问题，我有一个等差数列，第38项是 13, 第69项是 0, 不对，前69项的总和是 0, 下面请填入大于等于和小于。好，我们上一次闲聊介绍到这个宋朝兴起理学，那其实什么是理学呢？我们说它是对这个儒术后来演化到太无聊的一种批判哈。但是说一方面说是批判，其实如果你不在乎，你就不要理它就好了。那所以事实上呢，整个理学的兴起是儒学复兴的这个一个后继哈的运动。那为什么要讲儒学复兴呢？就是因为从汉朝开始，儒术一直越来越走向无聊的境界哈，越来越走向考古训诂和瞎掰。到后来，因为这个佛教文化的兴起，还有道教文化越来越兴盛，一方面道教文化实用，还有道家思想，这个清谈玄学，那另外一方面佛教的思想其实有蛮多的是有一点接近这个哲学的观念，尤其是禅宗那个部分，所以其实后来的读书人会越来越 想要用佛家的思想，用佛家的语言，因为他感觉是哲学比较丰富，想的比较清楚，想的比较深，比较有道理，不像那个后来的儒术就是越来越没有道理，越来越浪费时间。那于是到了唐朝，开始有韩愈开始去复兴这个儒学，他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要用儒学的角度去剖析事情，但是你要复兴它，不是说我们来重视那些已经被玩到烂掉的不好的儒术，而是我们要重新用新的角度来看待儒家思想。所以我们后来所学到的很有名的名人的名称，几乎都是
这个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我们会当到官的，我们认为写文章很会写的，包括写书法很好看的，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他本身是儒学复兴里面很具有代表性的文人，所以后人去抄写他的书，抄写他的书，抄久了就会开始越来越觉得他的字很值得练，包括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那个苏轼、苏洵、苏辙，他们三父子，那甚至后来的王安石，都算是在这个儒学复兴运动里面。那我刚刚就提到，很多人其实在当代原本只是要学习他们的思想，然后就互相传抄他们的书，或者是说印他们的书来看，那看久了就开始有练习，有人开始练他们的字，这就是变成我们的那个练字的帖子，练字的帖子，或者说练一边练字一边学学问，所以就会学习他们的字。那这个到了后来到宋朝，他走向更哲学化，更哲学化才具有更高的更强的深度去对抗这个佛教的思想。不是说要去批判佛教，而是说你要让以后的读书人是使用儒学、理学的思想去想事情，而不是使用佛教的思想去想事情。那是当时候的这些文人的想法。那包括我们前面提到陈寅、陈浩和后来的朱熹，这是最有名的。他们都是理学这一块的。那在这里介绍这个，我们来介绍整个宋朝，它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脉络，我们今天介绍仆役。宋朝到了宋仁宗，其实就是我们来看到宋朝最后灭掉徽宗，后来他儿子钦宗就被灭了。那徽宗也蛮废的，徽宗就是那个练书法很好看的那个。那他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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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从仁宗开始，人名不重要，知道他们的事情。仁宗他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那宋朝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习俗，叫做传长不传嫡。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因为有相同的背景，所以都有这个习俗，传长不传嫡。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统上中国会喜欢把这个王位给自己的嫡长子，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是自己儿子里最大的，或者说自己的正宫。这个所谓的嫡是指我大老婆，正宫，我大老婆生的那一个叫做嫡子。嫡子又比长，一般来说嫡子会比长子重要，但是到后来是长子最重要，到后来就没有。那但是这个所谓传长不传嫡呢，它的意思又不是指你自己的小孩里面谁比较重要，而是说可以传给你哥哥、你弟弟的小孩，只要他们的年纪是最大的。那与其说可以，不如说还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今天你快要死了，你比如说还很年轻，但是就重病，这个时候就会有宰相来跟你说，我其实你的小孩子现在都才四五岁，那我是觉得不要让四五岁的人当皇帝，我们去找你的弟弟。你的哥哥他有小孩，现在已经23岁了，他可能比较适合，他就会逼你把位置传给他。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宗室的传统。那讲好听一点，当然就是说有我刚才讲的理由嘛，因为给小孩子当皇帝不好之类的嘛。那其实讲难听一点的，他们都是有背景的。我刚刚讲三个朝代，哪三个朝代有这个背景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宋朝了，后来的明朝，还有一个就是孙武，三国时代的孙武。那为什么这三个朝代会有这一种传统呢？因为宋太祖赵匡胤他死了之后，没有给他皇位，不是他儿子接的，是他弟弟赵匡义。他那个时候接起皇位就说：“哎，其实这我是勉强，我是不得已的，因为我哥哥的儿子年纪太小了，大家都不服他，所以我只好自己当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很弱，但是后来本来应该要传给他孙子的，却被他的儿子的哥哥抢走，就是燕王抢走了那个王位。
那个时候他抢走也是说，我也是不得已的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哥哥的孙子太弱了，那我哥哥又早死，所以我就只好接下我爸爸的王位了。孙武哈，他那个时候孙坚死了之后传给孙策，孙策又传给不是传给他儿子，而是传给他弟弟孙权。所以就是说开国的时候发生了这种弟弟接下哥哥王位的例子。那通常都是因为他们在战争啊，因为刚开国嘛，所以开国前一段时间或刚开国的时候还在战争。还在战争的时候，哥哥在打仗，弟弟就会跟着打。那所以哥哥有军功，哥哥有很多人支持，弟弟也有。所以当哥哥死了之后，哥哥的儿子怎么看就像一个，你知道，人家说那个二世祖，就是怎么看就像只是那个富二代一样，大家就不愿意听他的话，所以就变成是弟弟来接王位。就会留下这一种传长不传嫡的传统。那当那个时候的文人，那个时候的官就会去帮皇帝说话。其实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所以到后来就出现了这个传统啊。仁宗他自己他刚好又没有儿子，所以他去过继啊，就是他去接养了他的一个啊亲戚的儿子，就是后来的英宗来当皇帝。那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呢，英宗坐在位一阵子之后他就想说那个时候英宗齁、哦、爸爸也死了，那但是他妈妈还在，他就想要接他妈妈来皇宫里面玩齁、哦、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于是他妈妈要来到皇宫的时候呢，大臣们就开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了。什么意见呢齁、哦、这个司马光齁、哦、他是主张这个应该，你不应该把你妈妈叫妈妈，大家可能觉得很荒谬。他的意思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如果英宗把他的妈妈称为妈妈，那也就是他的爸爸是爸爸嘛。因为英宗现在自己是皇帝，那他的爸爸应该也要是皇帝。可是前一位皇帝是仁宗啊，事实上英宗已经过继过来了，所以仁宗才是在礼法上他的爸爸。所以司马光主张我们要根据制度走，你已经过继过来了，你继承了仁宗的这个香火，我们台湾人讲香火，所以你应该把你的妈妈叫做姑姑，你应该叫把你的妈妈叫做姑姑。那你的爸爸呢，你应该叫他伯伯，不应该叫他爸爸。那他们讲皇考就是爸爸，那他说你应该要叫你的爸爸叫皇伯而不是皇考，你应该称呼他为伯伯，而不是叫他皇考，不是叫他爸爸。那韩琦、欧阳修，你看就是这群读书人，好、哦、吃撑了没事干，好、哦，韩琦、欧阳修他们这一群人、哦、就认为不行，这样太不合理了。你应该要叫你爸爸为爸爸。司马光还有他的背后的一群人、哦、不是他、哦、不只有他、哦、一群人就认为说不对，你应该要叫你的爸爸叫伯伯。于是就在朝会上面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哦、这个抗争就包括骂对方、哦、骂得很难听，说你这样子什么什么、那没有骂什么卑鄙下流的小人之类的、啊、但是就是互相攻击、哦、互相骂，然后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然后、哦、说你、哦、他们会说你们认为应该要把爸爸叫爸爸，其实你们都是为了讨好皇帝、哦、其实应该按照制度走，然后这边人会说你说爸爸要叫伯伯，那根本就不合理，你脑袋烧坏了之类的，这样子。那这个溥仪到后来闹得很严重，到后来还有一个老臣，他快要死了，他就在死的时候留下遗书说：“皇帝啊，我为你们家服务了这么久，我是个老臣，你应该要听听我的遗言。我的遗言就是不要把你的爸爸叫爸爸。”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件事情，在当时真的是很严重，就是互相斗争，我们觉得很荒谬。可是读书人，你不拿他，你不让他去、哦、当时的宋朝的人、哦、归根究底，就是他们没有数学啊。对，你不让他去研究数学理化、哦、让他在研究这种天之道啊，怎样怎样怎样啊，人心道德啊，然后典章制度啊，然后什么、就是搞成这样子，吃撑的、哦、都是读书人，都是优秀的人才，但是正经事不做，在那里讨论皇帝的爸爸到底该不该叫爸爸。那这个就是溥仪，溥仪展开了整个宋朝斗争的一个，读书人都是好的，
都算是好人，结果没事在那里斗来斗去，争来争去，到后来就演变成为、哦、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党争、哦、他等于是开了这个斗争之始、哦、让整个宋朝的人就开始喜欢斗来斗去，斗来斗去。那我们下一集、哦、会介绍他的续集、哦、你们就知道宋朝这个国家是怎么败亡、哦、为什么有这么多读书人这么有想法，结果到后来就是啊烂。好，我们之前的某一集的作业来看，这个 A2 是负七分之三 ，A10 是负一，他问这个 S19， 那这一题呢，如果你有捕捉到的话，其实 S19， 因为19加1是20，它除一半就是10，所以S19 其实就是19个 A10 啊。所以其实就是负十九，好，可以吗？再来看，就是第七集的作业哈。如果哦，这是有 A 三是五，然后第七项的级数和是根号三，请问 D， 在这里我们要使用一个很有趣哈、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可以去解啊，这都可以去解齁、哦。A3 是 A1 加 2D 嘛，然后 S7 是7个 A1 加上1加到6是36个 D 嘛。但是我们不这么做。好、哦。那你会发现其实 A3 也不是 A7， 也不是这个前七项的等差中项啊。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哦、想到这一点你就意外的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诶，其实这个前七项的等差中项，我刚刚说它不是 A3， 它是多少，它是 A4 嘛，对不对？前七项哈，七加一除二，前七项的等差中项是 A4， 所以其实 S7 是根号3的话 ，A4 就会是，到底会是多少哈？我在使用这个词，就是说等差中项是整个级数的平均，所以平均就是你把总和除项数，所以是七分之根号3。那我们使用平均这样的词，就可以让学生更。把这些知识更跟他生活化使用的词、哦、做连结，就是、平等差中项就是平均，他就知道说我要拿级数除掉 n、哦、就不会把它变成是只是一种公式、哦、好，所以 A4 是7分之根号3和 A3 是5嘛，所以 D 其实是 A4 减 A3、哦、所以其实是7分之根号3减5，这就是这一题啦。你真的去算应该很丑，来，公差是根号 2， 然后 S5 是0，求 A1、哦、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刚刚的做法嘛， S5 是0，我就可以知道什么 A3 就是0，它的等差中项、哦、它的等差中项是 0， A3 是0，跟一个公差是根号 2， 那么 A1 呢， A1 就是 A3 再去扣掉两个公差、哦、所以是负 2D， 哎，对，负根号2，对吗？那其实这题齁，因为这个 S5 其实也不大，所以你也可以这么想齁。S5 它其实是这个 5A1 加上齁加 4,1 加到 4, 齁 ,10 个 D 齁。我们再来练习一次齁。S5。A1 加1个 D。A1 加2个 D， A1 加3个 D， A1 加4个 D， 所以合起来1加到4 10个 D、哦、所以你可以说这个 S5 是 A1 加10个 D， A1 加10个 D 是 0， 然后 D 是根号2嘛，所以5个 A1、哦、5个 A1 刚刚讲错了，加10个根号2是0、啊、所以、哦、一个 A1 是负、哦、负2个根号2，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教到这里哈。下次呢，就来教大家这个等差级数的计算上的一些技巧。